来，宝贝儿，这是你接着刚才那句话说。这刚才啥话说？你不是说这是你怀孕以来什么的，还是生产以来？第一次爬山。啊。不知道妈妈体力能不能跟得上？刚才干了一个小时活呢。哎呀，你可真行！趁着我一没注意，哎呀。那你没注意的时间有点久了。那我在车里睡着了，实在太累了。对，爸爸昨天又冷又累，真的是冻死了。我特别害怕感冒，你知道吗？我怕传染你们，我自己倒无所谓。你现在冷不冷？一点都不冷，好了，一下子暖血复活了，感谢神呐，真是。我睡了一多小时，说一个小时。哎呀，一下瞬间恢复了。你是自己醒了？啊，自己醒了，一激灵，然后我喝自己爬起来喝了两罐水嘛。可以。行，爸爸慢点，慢点，别着急，让后面大部队先走。来，慢点。后面也有小宝宝啊，这丫头我感觉这小 A。不是，say hi。咱慢慢走着，我感觉这小家伙挺兴奋。他喜欢，他特别喜欢。他不累，他可不喜欢。哎，行了，我们走走看。这坡不走了。妈说你冷了，看要给你包上。鸭蛋子本来是给你准备的是冬季的滑雪服。哦，那个太热了，出汗就更害怕了。那小样，哎呀，挺好。我觉得他有点镜头感吧，对着镜头不打怵是好事。嗯，从娃娃抓起。爸爸说吗？说。没事，妈妈自己来。怎么玩？说。没事，妈妈自己来。记性好。兜一下。嗯，兜一下，怎么叫兜？就兜一下。嗯，不，我就是我这边兜一下就行了。哦，你，哎，表达不清晰，这怎么整？你说。Just talking to myself, OK? 啊哈 ，OK, I forgive you。轮得着你forgive me 吗？哎呀，蛋子，看这儿，看镜头，看你，看这谁？这谁？这谁？啊，臭丫头，这谁 ？Very cute. Thank you.好了，出发。能不能当的呀？其实当不当无所谓。他，你不是说脖子不凉不就没事吗？但我怕他手太冰了，看昨天晚上。看你老娘！他老爹冻这样，不理会啊。谁说我不理会？啊，也理会啊。也理会，也理会。搁里面雇佣呢，我估计是不是他吃手吃不着了？
呗。妈妈把手撕裂了。啊？把手什么？撕裂了。要说这个吗？行，说说看，说说看。然后妈妈在吃手腕。老婆，你再重新介绍一段不？因为当初咱们来的时候，你还特意站在这儿，就给往下面看完了介绍的，还记着不？忘记了。还小 A 啥都忘记。还小 A 的样儿，瞅你。小 A 呀、啊，你这哎，今天是刚满五个月是吗？嗯。咱们是特殊的纪念。今天十一是吧？五月，今天十二号了吧？嗯。来看看看看。12号了，周二了啊，周日了，五月了，我们五个月了，真棒真棒，小A同学，宝贝贝，我们五个月了，一起来看一看，这是啊，刚昆 park 的 lookout 最好的一个观景点。怪不得你昨天晚上睡得那么好的觉觉。鸭蛋呢？我们长大了，是不是？来看一看，快看鸭蛋子，来，看看你自己。哎呦，这光好漂亮呀！啊，小鸭蛋，老婆你这也是。哎、你这是很有功劳啊，小 A 长得这么好。啊，这个光好漂亮！谢谢，妈妈亲亲。小丫头，